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29集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款变形金刚官方授权的收藏级手术刀。我们可以看到 Hasbro 的一个标志，这个盒子做得很漂亮啊，就是一个手提工具箱的一个形态。打开之后的话呢，里头有很完整的一个泡棉的保护。那里头的话呢，除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书之外呢，就是玩具的本体啊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几乎可以说是1:1比例的手术刀了啊，这个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啊，这趴到人的脸上也差不多，就是电影里头他在 Sam 的这个脸上的一个形象了。那么它的话呢是有个发光装置的，但是呢这个发光装置的话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呢，有时候它，我先讲一下，我本来要说这个发光装置呢，不是很灵敏的，有时候我按了老半天它就不响，按了很多次之后它突然会亮起来。那它一旦亮起来之后呢，它会非常非常的吵，可能会持续可能3分钟或者更久它才会停下来啊。没有关系，各位就干脆就伴随这个声音，难得它今天这么听话，我们就让它继续闪烁好了啊。那这个声音的话，就是有点像电影里头这个狂派那些一些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声音。那我们看一下它身上的一些细小的部分，这个天线其实比你想象中要来的坚固的多啊，不太容易断的啊。然后头部的话呢，这里有一个球形关节，在这个地方可以360度的转动。眼镜的话呢，不建议你特别把它拿下来了啊。虽然它有做出一个分件啊，但是我还是不建议各位将它取下。那在它的一个脖子的地方，还有一个上下动的一个类似于液压管的一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一下啊，它是有一个前后搓动可以动的啊。那么手臂的话呢，前面这个小臂啊，只有这个肘关节可以动，拇指可以动，然后呢其他的几个地方看到球形关节。然后我就想到官方的这个 Scooter Class 的话呢，推出这款玩具呢，几乎它的这个地方都是断掉的，而这款玩具的在这个地方呢也是比较偏紧，所以呢我都已经有上过细油啊，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个润滑。然后这个地方一共有2处的关节，这里一处，上面还有一处啊，2处的关节，这个呢可以给我们做出很漂亮的一个载具的一个，不对，它的一个站立一个动作啊，是非常非常非常 OK 的。身上的涂装的话呢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层蓝色的一个涂装，那这感觉好像是特别用火去烧过的一个感觉啊，当然它不是真的用火去烧过了啊。而它的前面的这一对的脚的话呢，是可以做一个替换的。那替换的方式也很简单啊，从这个地方啊把它拔掉就行了。拔掉之后呢，它的替换的东西呢有2种，一种是这个一对的，我倒想看是他的话多还是我的话多啊。这里上去啊，这里就是变成了一个这个像是叉子一样的东西。那另外一边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替换啊，这个的话就比较有点意思啊，变成是一个这个电锯，而这个电锯的话呢是真的可以转动的，转动性还很不错啊，而且这个光泽很逼真哦，你这个声音真的是很吵耶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吵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部，好，细节啊什么的做得相当的不错，而且我入手的价格台币是890块钱啊，900块钱都不到就买到了，个人觉得是相当不错的收藏品啊，对得起所谓的一个收藏级手术刀的名字。那已经入手很多天了，摆在我的电脑桌前面的话呢，已经被我把玩了很多天，那也用一个老镜头的话呢，给这个玩具拍了很多的照片了，再不把它收藏起来它可能都要吃灰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涂装挺漂亮的啊，想好好给它保存一下。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